我们要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必须要打入毒贩内部。好，要记住，毒贩个个都很凶残，而且有枪。我知道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别太在意了。啊？生与死，原本不就一线吗？你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辛苦大的，我就是故意让他们打中的。行了吧？你还觉得很酷是吗？警察这么做也是对的，实在太危险了。你快去换衣服吧。快了，别磨蹭。马上回去，这是命令。好，好。货没问题，就怕人有问题。他回来了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办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是一支非常成熟的队伍。好，我是要做什么？我们现在要对付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团伙。在不往的时候，千万不能打。绝不能还我这模样。怎么被他们看穿了？剧情怎样脱缰？惊悔之下，彻骨寒霜。多少年多少梦多少爱多少恨多少惆怅一一的回放。什么意思？跳过当场过往当过枪过将你为我装我都不曾忘。那好吧，你的笑你的泪你的伤你彷徨你的理想都刻在我心上。说话啊，却用绝望。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喂，你干什么呢？原来是这样，你进步很大。嗯。都这个时候啊，你做噩梦了？没有。哥，没关系。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这被杀的事我们已经听说了，也不要太难过了。没事，难过，难过有什么用啊？大家心里都很难过，起不到任何的作用。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，必输无疑，只能是适得其反。轰然收场，剧情怎样脱缰？惊悔之下，也对，输了就输了，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但是多少年多少梦多少爱多少恨多少惆怅，我是要做什么？工作到底对不对？根本就不重要。跳过汤撑过网荡过枪渡过江，你为我闯我都不曾忘。怎么样？他们睡了，别杀他们的错。你的笑你的泪你的伤你彷徨你的理想都刻在我心上，却用绝望不放过任何一人。善良多少年多少梦多少爱多少恨多少惆怅一一的回放。我的事这个人怎么感觉应该很好？你还认识吗？这么没想到你也会来。我还准备了别的礼物，你是不是让他知道我们来这儿？英雄与之间迟早会见识。别走。别走。善良赢了。哥知道吗？不止你一个人，还有我。你不再是孤零零一个人。生与死，原本不就一线吗？